大家好，我是大维金辉钟表行阿 Wing， 今天想为大家介绍 Ocean X 1000米新一代 2.0 的新色。我现在手揸着这只就是 Skeleton 透视面。1000米这个壳型是 Ocean X 最好卖的壳型。新一代的壳型在厚度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改良，就是透薄到只有 16mm。在1000米的自动标来说 ,16mm 这个厚度是非常之薄。戴上手完全是零负担。咁大家可以再细心啲睇下啦，表面嘅面盘是做咗一个立体嘅条纹，再衬埋个透视面就可以睇到个游丝摆动，非常之有层次感。而九时位亦都有个自动嘅排氦气阀门。呢款手表直径是 43.5mm， 采用咗蓝宝石水晶表面，有防反光涂层，而计时外圈就采用咗陶瓷嘅物料，防花又唔会甩色。而新一代的标扣都由双重保险扣变成这个按压式的弹弓标扣，都是采用了后桥。透视面这只是采用日本的 NH70 机芯，可以自动上链或者手动上链。另外改良版还出了这只蓝色陶瓷圈衬黑面，防水都是1000米。机芯就采用日本的 NH35 精工自动机芯，都是可以自动或者手上链。储备时间大约41小时。咁透视面呢只限量50只，翻货数量好少。咁公价咧系4030蚊，咁折咗3000蚊都唔使。有兴趣嘅表迷可以上嚟门市试下。今集介绍到呢度，下集见。